大家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中国的，中国的文化再一次的去跟奥运去做一个连接，也把我们的文化再一次提升到国际视野的水平。Hi there, welcome to China Chic. We are here to explore modern hi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you. I'm Zihui. I'm now standing at Shougang Park, where Beijing 2022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located. The Olympics are an athletic and also a cultural event. How do designs for Winter Olympics bring Chinese style then?And tod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a young designer for Beijing Games. Hello, 戴老师你好，子慧好，欢迎到奥组委来，谢谢谢谢，带你进去。And Miss Dai will take us into the world of Olympic design.这个楼上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哇，好好看啊！看，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了。Wow, this must be the mascots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冰墩墩呢，它跟普通的熊猫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透明的 5G 外壳，它的外壳的这个环的这些色带，其实是从我们冰丝带，就是我们的速滑馆来的。看，这是我们的残奥吉祥物，它叫雪融融。它的整体造型呢，看起来非常的吉祥喜庆。它是来自于一个灯笼的造型，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春节的喜庆气氛的一感觉。The Olympic pictograms are another eye catcher. The 24 pictograms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have been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seal cutting art.我们是从2020年5月初开始收到这个创作的一个任务，然后呢我们在5月9号的时候就组织团队一起去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我们明确了就是以刻画符号和书法的特征来作为这次体育图标的一个主要的表达方式。我们是通过体育部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标准的动态的这个照片来去总结它这个动作最精彩瞬间的一个运动姿态，然后到最后我们所有的这个风格电脑里的绘制都完成之后，我们去找了中央美术学院一个篆刻的老师来帮我们把所有的篆刻实践出来。我们后来给体育图标做了动态。他从2008年的体育图标的那个小篆的那个状态过渡到刻画符号，过渡到篆刻，它整个的文化脉络是一直都是相连的。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能够参与这种项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做到了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喜欢并不突兀的这么一个状态。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s another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Olympic designers.This painting of Bingxi from the Qianlong R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epicts skaters performing for the imperial audience in the 18th century. 我们在这一次的冬奥的景观设计里面呢，非常大量的去融入了我们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艺术。我们想把冰戏图跟我们的核心图形进行一个融合，它可以叠加成可以被我们的场馆应用使用的状态。那这个就是我们叠加出来的一个效果，因为它这些山形的布局本身就是从中国传统长卷山水绘画里来的。那比如说千里江山图和我们的核心图形叠加在一起，原本平原的山和险峻的山共同构成了一个古代和现代融合在一起的画卷。好神奇，大家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中国的，中国的文化再一次的去跟奥运去做一个连接，也把我们的文化再一次提升到国际视野的水平。Now we are heading over to Big Air Shougang, the only newly constructed outdoor venue in Beijing. Follow us for preview. 这就是我们大跳台了。哇，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大跳台。真的是真的大跳台，真的大跳台。走。首钢滑雪大跳台，对，出发区，好，来，谢谢。
你看，这就是出发地了。像长城会出现在这里面，这些山形都是从京张地区的太行山脉来的，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面。然后同时我们在做色彩系统的时候也调研了，就是北京、张家口、延庆三个赛区他们的城市和自然风光在冬天的时候的一个色彩基调，然后去确定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到我们的景观，在赛场里面一晃而过，在运动员的背景是一个陪衬。这一次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里面去寻找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故事。And that's a wrap for today's visit. And I think the designs will definitely impress all during the event. And now, let's wait for the athletes to bring their best games to Beij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